you are wanted to be a part of a band as a famous singer or musician. 这么早啊？我想退出街舞组。我能力那么差，会拖你们后腿的，我会影响你们。张扬，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打球。哎，哎，等等，我也去。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张扬。周晋王的，我终于突破了你的防守。说什么呢？我胡说，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大半夜的翻来覆去的研究怎么赔礼道歉。我又没做错，就事论事有什么好道歉的？你的就事论事在周晋王身上就不好用，在班会上你非得义正言辞地说，舞蹈表演是很认真的事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让那个手脚不协调的周晋王参加了，还给人家编舞编曲，折磨得我好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。怎么，被戳中伤寒心事，想杀人灭口啊？这个笨蛋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我饶不了他。谁饶不了谁还不一定。走，回教室。你干嘛？练舞。哎呦，我不去。我没同意。空中接力，老师。徐老师好。看好了。这个是你的动作，其他人的动作都不变，最后呀会加一个和你一起合的动作，练吧。我这已经比之前简单很多了。我你还是要退出？嗯，不是，我你不想练？我没记住。笨死了。那你能再跳一遍吗？你那么笨，我再跳100遍你也记不住。先从第一个八拍学，看好。1、2、3，哎，这不就会了吗？跳跳。这是你昨天晚上编的。嗯。你为什么要换动作？反正你不懂就别瞎打听。来。对了，明天校庆初选你也参加吧。不过要等通过了这一轮，我才能把你的名字加进去。真的？因为你拖后腿的方式很特别，也许可以成为一种亮点。特别？对。奇葩也是一种特别，可以开始练了吗？我最后示范一遍。实战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看我给你的示范？练舞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？我刚啪啪啪做那么多遍，周杰伦，我。我们再来一次，这次麻烦您认真一点看，可以吗？嗯。